什么含义？只有在命定之人、倾心之人面前，可以不必有任何归属，除了自己，任何旁人都不能随便触碰，不能随便取下的，更不能记在旁人身上。良夜晚秋，倚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一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寒战，若先生先一念之一天，是真人间不能够牵连。为我先被我们出入了乱葬岗，对于微笑恩怨未报，到底在哪儿？为了爱千年缠绕，南站，不对，应该是韩光区。站，你等等我。是吗？我变了，死到随身，可死心心。说到底，我心系人亡，旁人难完全。要管旁人什么事？卑子造反，居然是养虎为患。来，拉倒，公然叛国，以百家为敌。那就跟我回姑苏，慢慢说明白。你也知道，他一辈子忘不了你。你要是没那意思，我就随便去找我去。不会呀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？这十六年，蓝二公子没少四处游历，想必蓝二公子心里最清楚。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难道真的是你？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将千年换明朝。我想带一人归于神不知处。